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印星哦。印星啊，它就是生日主的。那印星呢，在生活当中啊，它非常非常的好用，就是当你呢碰到危急的时候，你紧张的时候，这时候啊，你因为紧张，所以呢，你无法去判断能力啊，判断能力会下降了。这时候呢，你不要急着去下决定，而是当你在紧张的时候，就是大量用印。那印呢，就是要让你慢下来，暂停下来哦，所以不要急着做决定。这时候呢，你还可以呢深呼吸啊，因为吸气它其实就是一种印心啊，吸气就是一种印心啊，深呼吸，这时候你做深呼吸，这样子慢慢的先把你的情绪缓和下来，等到缓和了以后做决定，不差个那个五分钟十分钟，这时候再来做决定，这样子的决定品质绝对会比当下很紧张一听到的时候，这边不知道那边不知道，直觉的判断那要好很多啊。所以各位紧张的时候记得用印啊，深呼吸，让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做决定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只要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帮我按个赞或关注我一下，这些都对于我创作是一种支持。我们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